是男生、女生，身上的细胞好多种，像肝癌、乳癌、膀胱癌、大肠癌，通通会变性。那今天我用大肠癌的例子跟大家讲，这个大肠癌尤其真的，我估计我估算，我们现在最多的是肝癌，肝癌是跟病毒有关，我们已经打乙肝病毒已经打了二十几年了。有一天病毒这个特质掉的话，由饮食引起的这个大肠癌会是我们台湾最多的癌症，甚至世界上最多的癌症。所以现在世界各国普遍往这边研究，我们这个大肠癌的产生的确跟饮食有关。刚刚大家已经看过这个影片，每一个洞一个洞布满的，一颗就是一个大肠的黏膜细胞，这是它的腺体分泌黏液。这个大肠癌每个表面，我刚刚有电脑方法给大家看，这个表面会接受很多我们吃进去的饮食的分子，会进一步影响到里面的 DNA。 怎么来的呢？再继续看下去，我们 DNA 分类，我们 DNA 的 copy 就是细胞变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这个过程，这种分裂的过程会受到我们饮食影响。底下的影片就是在解释这个，我们表面上会接细胞的表面会接受很多我们吃进去的很多很杂的这种分子，其中有一些致癌分子真的会引发一些分裂反应。那这些分子的形状都是现代医学生物科技的进步真的研究出来，整个过程就像这样，一个分子影响一个分子，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而且会把这个讯号传达到一个蛋白质接一个蛋白质。这些影片都在说明一些酵素的运作过程，它会把讯号传过来，一个蛋白质打上去，再卡一个一连串的，最后交给这个讯号，这个讯号就乖乖的往细胞而跑，经过我们细胞核，跑到我们的细胞核里面，跑到细胞核里面，这个细胞核的膜进去以后，会影响到很多 DNA 的那个酵素的作用，这些一颗一颗都是酵素，它会来解开这个 DNA 螺旋状的构造，把它解开。那有一种叫做立体转换酶的这种会卡上来，然后把 DNA 拆掉，拆成两半，拆成两半以后开始复制，我们细胞就从此开始分裂。那正常的细胞是有寿命的，虽然它会老化，长到一定程度它会死掉，虽然是分裂，可是有的细胞自动会死亡，像这样破掉，像这个细胞生命到了有周期它会死掉，那这个也死掉。可是我们有一些致癌分子卡上去的时候，像这个癌细胞产生的时候，它就不会死亡，一直在分裂，一直在分裂。癌症就是这样，一直长，一直长，所以大肠癌就开始长大了。这么小，刚刚算过，100万个癌细胞就是这样，这个长好像怪物，长到一个程度，这个时候它会进一步作怪。怎么作怪呢？你看，它这个会找血管，我刚刚讲过，这个癌细胞进一步会通知血管长进来，因为它是癌的。这个会分泌很多分子，这个血管细胞乖乖的血管就长上来了，来营养这个癌细胞，这个就糟了。一旦有这个营养细胞来影响这个癌，这个血管长到这个很小，大家看起来很大，100万的不过是这样而已。这个新生血管一直长，一直长，这个癌症就不可收拾。长到一个程度，这个癌细胞会掉下来。像突然有一块的细胞就跑过来了，会钻到这个血管里面，开始会转移，像这两个就想进去，就跑进去了。跑进去里面以后，所留下来的血管就开始，那在这个过程，我们免疫系统就来攻击，免疫系统会把它一个一个杀掉。可是你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完全杀掉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漏网之鱼跑出去，像从这边大肠蛇啊蛇跑到什么？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肝脏去了。大部分的大肠癌都死于肝脏肿瘤。跑到肝脏的时候，它会砰跑出来，从肝里面的细胞一跳出来了，开始转移，在这边落脚了，开始生根了，变成滩头宝，就开始复制。
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发现肝脏上面常常会打一些抗癌药，这个绿色的就是抗癌药，早期还有效，可以把癌细胞杀掉一大堆。抗癌药打下去的时候，癌细胞真的会杀掉一些，可是癌细胞也不是省油的灯，它自己，我们癌细胞杀的就是破坏它的 DNA 的合成，它自己会修复哦，癌细胞自己会找活路出来，自己会像这抗癌药把它破坏了，它自己会修复哦，这个 DNA 会把它修复起来，又粘起来的，粘起来以后癌细胞又继续长，然后虽然你杀掉了很多癌细胞，癌细胞自己找活路又开始长了，虽然一些抗癌药打得有效，可是会留下一些抗药性的癌细胞继续长大，所以癌症很难治，就是这样，最后肝脏里面的肿瘤一个变十个，十个变百个，变千个，就一直长。那另外我们在肠道的早期的癌细胞经由新生血管它一直长，长到的程度就不能控制了。那乳癌也是这样，其他的癌症通通是走这条路。那这个电脑状况就是告诉大家，饮食的确影响很大，饮食的正常，这是一个抗癌药来破坏癌症的过程，给大家看。同样的，我们饮食也可以这种成分，我们饮食你看很多免疫蛋白、免疫能力，像灵芝类的，或者是最常见大家劝大家巴西蘑菇，它的确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抗癌的物质，它的抗癌作用好像这个动画解释，它是一种蛋白质，结合这个使它增生的那个位置把它 block 住，使增生因子没有办法长，那癌细胞就很容易的会萎缩下去，甚至会攻击我们免疫系统，会启发，会攻击这些癌细胞。那这些癌症真的是靠提升免疫力来得到治愈的。我常常讲，恢复提升免疫力是最大的治病的系统。那有一些免疫系统可以破坏这些新生血管，把它破坏掉，癌症没有的新生血管真的会萎缩。所以一来一往，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例子：改善饮食，癌症好得很快；不改善饮食，癌症就一直来了。这些都是攻击癌细胞最好的那个，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免疫细胞。给大家看免疫细胞，这是打化疗的过程。我们提升免疫力，又打化疗，真的我临床上观察起来，真的效果是最好的抗癌。像这种细胞就是 block 这些 DNA 的合成，让它不要合成，那癌细胞就一个一个死掉了。癌症的消灭真的是要靠这些东西。那这些我们可爱的免疫细胞靠过来的，这是我们的步兵，一靠过来分泌很多抗体攻击这个癌细胞，这个癌细胞就破掉，一只不够，两只、三只，整个免疫细胞过来战胜癌症，真的靠这个免疫系统。你看免疫细胞过来的，这些请大家一定要改变饮食，真的癌症才会好。这是我语重心长的劝大家，一定要这样做，癌症要好一定要靠这个。